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红油龙虾，两个龙虾尾，配蒜泥、莴笋切丝、豆瓣、蒜。好，现在开始制作。首先将蒜捣碎，好，捣碎的蒜蓉加入两茶匙苹果醋、两茶匙糖。两克盐，混合均匀，拌入准备好的莴笋丝，同时加入一茶匙左右的香油，拌匀，后盖保鲜膜腌制30分钟。水开后，加入龙虾，加盖5分钟。5分钟后，迅速的捞出，迅速放入冰水中，凉透后，将虾肉取出。虾肉取出后，虾壳洗干净备用。虾肉切成大块，加入一茶匙柠檬汁、两克盐、1/4茶匙的白胡椒、一茶匙白糖、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好，首先将蒜泥莴笋放在下面。整理好的龙虾壳，腌制好的龙虾肉，好，然后再淋入事先做好的辣椒油，这样一个红油龙虾配蒜泥莴笋就做好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